耶！今天要来介绍了，这些是可爱的玩具系列。这些是什么啦？就是那个来自香港的设计师碧琪小姐。讲碧琪，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呀？那个大家应该认识那个香港有一个设计师叫 Kenny 吧？他的那个公仔就是 Molly 最有名。然后那个碧琪就是那个 Kenny 的女学生女徒弟吧，所以然后她跟随着师傅的脚步，也推出了一系列可爱的公仔。然后那个碧琪她的公仔是走比较梦幻可爱风的。那好，接下来我就是要介绍，就是说她的这些那个跟这个泡泡玛特合作的公仔，她推出第三个系列。然后我今天要来做第三个系列的开箱，然后顺便把我之前有买过的做那个介绍。然后它跟那个 Molly 一样，现在都是推出那个有一个中盒嘛，中盒里面有12盒，然后12盒就是盲抽，不知道你会抽到哪一个角色。然后当然你有可能会抽到最特别的隐藏版。啊，它的第一套系列就是出现了这两个，它那个时候好像是游泳圈系列吧。然后我因为很可，就是看我那时候就觉得，每一只都好可爱，但是我就挑了两只我最喜欢的。对，然后这两只我来就是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几个，就当 特别嘉宾啦。那因为之前也没有拍影片介绍过，顺便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游泳圈造型的，它是第一代。这个的角色是那个水母，Jelly Fish Baby。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脸，我觉得就是很粉嫩，然后也有这个小游泳圈，很特别吧。然后水母 baby 就是它有一个像是那个有一个独角兽的那个前面的这一根的那个金鱼吗？然后后面是这样子，很可爱吧？然后另外这个就是 unicorn baby，就是独角兽 baby 啦，它也是有一个独角兽的游泳圈，然后有翅膀，然后白色的头，还有彩虹色的头发，还有是独角兽的脚。这两只是第一代，第一代12只算是。隐藏版不算是算12只，12只我买了就买了这两只，然后后来它出现了第二代，第二代本来我第一代买两只，第二代我就进展到4只了，第二代是森林系列。好，那一样呢，12只我就从里面挑选了我最喜欢的4个角色。然后这个森林系列它是没有了游泳圈，可是它很特别，是它都会拿一个东西，对。像这个又是那个 Unicorn Baby 了，独角兽，真是有独角兽我都会买，因为偏爱独角兽的角的那个造型。然后它这次的独角兽跟上次的有点不一样，它上次的独角兽那个外观比较光滑，然后这次它就做的有一点那个，你看有一点好像有毛边，有那个独角兽的毛的感觉。好。然后它这个棒子是可以拿下来的哦，我觉得做的还蛮精致的，你看可以拿下来，但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弄断了，或者是把这个魔法棒弄不见了。好，第一个就是那个 Unicorn Baby，后面还有一个，对，它这个还有一个可爱的小翅膀，这第一代是没有的，第一代就是游泳圈，可爱的小翅膀。好。那第二只呢？第二只我来介绍这个 Cloud Baby，云朵 Baby。好，云朵 Baby 拿的也是星星，然后它的指挥棒星星是金色的，然后它也是云的造型，有好多颗星星。衣服是彩色的哦，后面的翅膀有没有真的很像仙女的翅膀？好，接下来第三个是鹿。Dear Baby，小鹿的 Baby，森林系列嘛。然后这个它头上有两个圆圆的，像是小花朵还是小植物。然后它手上拿的是一朵玫瑰花哦，很可爱吧？然后后面也是有一个小翅膀，然后它的尾巴跟头上的这个造型还蛮像的。好，这是 Dear Baby。然后最后一只呢？最后一只就是 Dream Baby。Dream Baby 就是在梦中出现的 Baby 啊，然后它是比较梦幻一点，它的头上跟这个指挥棒都是那个土星造型，因为我特别喜欢土星，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 Dream Baby 的造型。
它的那个翅膀也蛮特别的，就是金色的翅膀，好，整个看起来就很贵气这样。好，那我们介绍了第一代跟第二代之后啊，那我紧接着就是要来介绍第三代了。我们这个地方有点不稳，所以它都站不起来，要不然在硬的地方它其实是站得起来的。好，让它躺，让它们躺一下。好，接下来就是到了今年的年底了，它就这次推出了，就是后面这些就是圣诞系列的泡泡玛特跟碧琪合作的 Christmas Babies。OK，那你看我第一代买了两只，第二代买了两只变四只，然后我这次第三代我就选了六只，一样也是十二个造型。其实这次12个造型我真的都很喜欢，可是就觉得还是循往常的那个样子好，就是还是选自己真的比较喜欢的样子，要不然太花钱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第三代，顺便一盒一盒的开箱喽。好，那我就从这边这里开始好了。它的外形就是这样子，这一个我反而没有选这一个造型呢，因为它有两个造型很像，然后我犹豫了很久，后来我选了另外一个。你看它的那个总共的造型，12个造型还有隐藏版，好。背后盒子，然后我来开了。其实已经有开过了啦，因为已经知道，就是我买的时候他就有说要，他会有是什么样的造型嘛，只是还没有开就对了。这次就一起来开箱吧。然后他们这个系列很特别，都会附赠这个泡泡玛特的这个塑胶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塑胶币是有什么作用哎。啊，反正就留着。我第一个要开的是，啾啾，咻，就是我刚刚说的啦，马上就来了。它其实这个是白熊哦，然后这一个是它，你看它上面写的是 Little Snowman，就是小雪人 baby 嘛，有点像，对不对？然后我后来觉得这两个我就选了这一个。好，那我们马上来开开看它到底长怎么样喽？都还没有开哦，现在是。一边开箱一边拍影片，我自己都没有看过实体，就是，哇，小雪人，这边有一个尖尖的小鼻子，然后他的脸脸，还有这个身上还有一个，好像雪要融化的样子，是吗？好，然后他的后面，啊，真的都是快融化的感觉。好，这就是我今天开箱的第一只了。Little Snowman Baby，好，接下来来看第二只，噔噔噔噔，第二只，一样有这个黑黑的钱币啊。看第二盒是什么东西？噔噔，这一只是 Santa Baby，圣诞宝宝。哇，这个是也是有一点那个。当初第一代那个游泳圈的感觉有没有？但是它是 Santa 造型的，然后它的游泳圈是金色的，好特别哦！我赶快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喽？锵锵锵锵！哇，金色游泳圈，这不是迷路在上面吗？然后它的那个头发是绿色的，眼睛也是绿色的。好，转一圈，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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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小尾巴，游泳圈的造型呢，还蛮酷的。好，这是第二只，好，来看第三盒喽，第三盒会是哪一只嘞？先来看这个卡片，锵锵锵锵，这四是我觉得最可爱的，哈哈，那这 Crack Baby 就是。胡桃宝宝，然后我是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像是国王哎，有没有很可爱？比较少这个造型。好，我赶快来看看实体长怎么样。先看到他的后面呢，这个白色的头发后面这样，然后还有这个，哇，鞋子是银色的，就这样，可爱吗？
它的里面看起来很无辜吧？还有它的发型真的蛮好玩的，然后有一个那个像是国王的帽子，哎，这边还有一个金色的星星爱心，好，白色的手套，嗯，好，我还蛮满意的哦，很可爱，很可爱。好，接下来是第三只喽，然后来开第四盒，钱币。卡片，卡片，讲讲，这只是 Christmas Tree Baby，圣诞树宝宝。好，来，赶快来看一下它长得什么样子。圣诞树，好，啾啾啾啾啾，哇，好。看起来很粉嫩诶，上面也是有一颗土星，我中了土星的毒了。好，然后它就是那种看起来是很梦幻的，然后你看粉蓝色的头发，粉蓝色的眼睛，然后身上也是有粉有白，然后有蓝，然后有星星、月亮。好，绕个一圈，不过它不是绿色，但是它是粉嫩系的圣诞树。它真是蛮像一棵圣诞树的，只是下面它下面是这样子。OK，好，这是第四只喽。那我接下来继续，还有两只，还有两只，赶快，赶快。第五盒，第五盒是，锵锵锵锵，咻！这只是 Christmas Elf，那个圣诞精灵。圣诞精灵，我赶快来看一下。冒露出它的，好，噔噔，圣诞精灵，哎，它就是看起来就是很认真工作的感觉，有没有？绿色的，然后它的精灵帽子，这个是哦。红色加绿色真的很适合在圣诞节摆出来，有没有？然后他好像就会很勤劳的去工作，然后把那个礼物偷偷塞到我们的那个圣诞袜里面。好，那就是第五只，还有最后一只啦，最后一只，最后一只。小鹿快倒了，好，赶快来开最后一盒。其实有12只啦，但是我就是买了6只。最后一只就是噔噔噔噔，Christmas Penguin 就是圣诞企鹅，企鹅跟圣诞节有关吗？我也不太知道哎。好，这只是造型蛮独特的啦，就是它穿了一个企鹅装。那我来看一下 Christmas Penguin 的造型是长怎么样？耶！圆圆的肚子，还有一个尾巴。那它的色泽，哎呀呀，它的色泽喷漆还蛮漂亮的，有渐层，然后上面有一颗星星，星星。对，好，一个叫小领结，所以就是这样。天气冷的时候，企鹅一定要出现呐、啊。好，它好像就是在那个 Christmas party 让大那个娱乐大众的感觉。好了，这就是这次的。那个 Christmas Baby 系列的，然后我买的这6只是不是很可爱啊？通常如果你去那些店买，可能就是盒抽啦，然后一盒大约是台币300块，然后但是你就不知道会抽到什么角色。OK，那就先在这里跟提早跟大家说圣诞快乐喽，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拜拜。